来，弟弟，这个给你吃。这个是猴子饼干，它很特别哦。它里面的话呢，还真的是猴子做的。不是，它里面的话呢有纸条，你吃着就知道了。你吃它，它里面有幸运小纸条，你打开来吃。幸运小纸条，对，那我们不就要屁出来吗？来吃看看。这个饼干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我要吃到幸运小纸条。哎嘿，有吃到了吗？吃到了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幸运小纸条写什么哇？我也知道我的椅子很脏，不用不用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但是因为小纸条不能吃到嘛。打开了，他写说，心中有爱，眼前所及都是幸福。也就是说，你内心只要充满爱呢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你都会觉得很幸福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爱呢，你看到什么东西都很讨厌，对吧？你看，爸爸是不是充满爱的一个人？所以看什么都充满感恩跟幸福。但是有些我看是不幸福，有些我看是幸福的。哦，好了，哦，那把它吃完吧，把它吃完吧。纸条饼干，好吃。